上虎雄天上岩阿爸开追捕带动上去去
谢咱的咸菜故乡啊，大陂乐龄小食中心啊，这么精彩的表演，阿爸牵水牛带动上啊，会使讲非常的宽阔啦，包括咱的道具吼，咱的狮头吼，是用这个竹篙烹做的，啊，这个狮身哦，吼，愈厉害，用咱二丈苏金鹏的四掌来做咱的狮身啦吼。